啊、哦，我已经按开始了耶，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恒，感谢收看我们频道。我们现在在台中市北屯区十四期旁边。好、哦，那这一间是一间低总价的电梯华夏，只要798万。那看我介绍之前，记得先帮我订阅一下，哈、哦，才不会错过我每天上架的新的物件。那这一间它低总价一定有原因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客厅，客厅跟厨房它其实是合并在一起，那中间有一个这个吧台，客厅非常的大，哇，这客厅我觉得可能有15平左右吧，我觉得，可能有15平，很大，然后，屋龄大概30年了，建平 28.9 应该29平左右、哦、还有这一间超大的房间，这个房间我估计我估计应该有28平，它室内有几平呢？室内有室内有26平，它几乎没什么公设，公设比很低啊、哦，它当然它没有车位，798万没有车位，可是室内的房间很大，客厅很大，然后就没有了，因为这个就只有这个房间而已，超大的房间。我有个疑问，好，先看厕所，这厕所是它厕所哈、哦，它的浴缸它有浴缸，所以这个你浴缸可以敲掉做干湿分离，然后它的洗手台在外面。啊，所以可以分开来使用啊，分开来使用。有两个门。对，两个门。所以呢，这个当主卧室，也可以当公卫啊。它应该说它有三个门，这边一个门，这边一个门，然后这边再一个门。这个光一个厕所就是弄三个门，有够复杂啊。我想知道了解一下，这个是？这个不是阳台。它没有阳台外推，你看它的瓷砖就知道，都还是原来的瓷砖，它没有外推。OK， 好、哦，然后房间很大，好、哦，这以前都是窗型冷气，啊、哦，30年屋龄，80年完工的啦，33年屋龄了，屋龄33年，好、哦，它这个窗户都还是旧的，所以你可能会想要换掉新，变新的这样子。好，讲话都有回音，连在房间里面都有回音，代表这是什么？很大的空间。好，然后回到客厅哈，这边吧台、厨房哈，它这个是有天然气的啊，我们是在4楼，在4楼啊。好，然后这边进来就是刚刚的那个洗手台，然后这边进来就是主卧室啊，它的卫浴看水压大不大？水压。很大，很大，非常大。OK， 冷热水差不多大。好，然后我要特别讲一个点，那这边因为是原屋框嘛，所以这个天花板哈、可能要重新装潢啊，可能看你要不要换掉，重新装潢。然后还有它的这个瓷砖哈、这边缺一块，不是缺一块，它用水泥补，本来缺一块。它用水泥补起来的啊，所以也是平的，是平的没有错，只是颜色不一样。为什么会颜色不一样？来，我们看一下。以前哈、这间被冤枉哈、因为楼下有渗漏水，然后他们就跑到楼上来说要维修，结果呢弄一弄没问题，所以又把它补起来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子。那其实有问题的是楼上，楼上也修好了。啊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渗漏水的问题，渗漏水问题不用担心。那、线路因为是原屋框，线路还是旧的，线路是旧的，哈、这个墙是石墙哦，还蛮结实的石墙，如果你要敲掉，也要费一番功夫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阳台，阳台这里蛮大的，阳台很大，啊，那边还有一个窗型冷气的台。这边还有个窗型冷气的台子，很厚实，好，然后这边哈可以放洗衣机，这里可以放洗衣机，这是天然气的管线，天然气管线，然后放洗衣机，然后
本来这边有玻璃，本来这边有玻璃。好，这个玻璃，那个被，因为为这个是天然瓦斯的那个热水器啦，为了通风啦，怕密闭空间的那个才通风不好。虽然它底下也有通风啦，但是它还是把它拆了，哦，是比较安全一点。OK， 好，好，然后，所以这个玻璃，哦，还有这个瓷砖，哦，屋主同意减价，减一点点，所以798万，他同意，减个，哎，这边补个1万块，哈，让你去做维修，哈，所以798万可以减1万块，啊，当然你有出价，我们还是去帮你议价，OK。其实我没听错，798减一万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这里的实价登录的行情是28万多，29万，这就是重点的，那这里呢？我们算给你看哦，我们这个是28.9平，就是将近29平。好，我们用798除以28.9，27.6万而已。它的开价已经低于实价登录的行情。重点呢？这里是哪里？因为这边实价登录，我卖的啊，我卖的啊，在那另外一栋啊，实价登录啊是28万，29万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对，28万，46平。这里是哪里？1300，46平，28万。这里是哪里？太福天宝啊，太福天宝。靠近哪里？就在洲际棒球场附近啊，字头哎，14期旁边。所以呢，这间它的开价已经低于实价登录的行情，所以屋主已经就是底价很接近了，所以不要，拜托。砍小力一点，砍小力一点，啊，不要砍太多，啊。这里有天然瓦斯哦。对，有天然瓦斯。好，我们来我们拍一下天然瓦斯。啊，你要拍天然瓦斯？不是啊，拍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它有玄关，很大的玄关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玄关。好，我们关一下，我关一下。哎，等一下还要上。好，但是呢？哦，这是天然瓦斯在这边，好，哦，然后我们这个大门进来哈，哦，有两户，所以这个玄关是给我们这两户用的，这一户，啊，哦，跟这一户，啊，哦，这两户 ，OK， 好，我们下去看看。你电灯关了吗？等一下还要上来，你不是说还要上来？啊，我不想再拍第二次。我们还是需要的。需要的，需要的。好，我们先大概关一下。来看一下，它这一层楼总共几户？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两户，三户啊。这边还有一户，这一户比较大户。啊，我们这个是这个门里面有两户，这蛮特别的，很特别的。哦，你去。正确。我们去地下室看一下，为什么要去地下室？虽然它没有车位。但是因为它地下室可以承租车位，所以我们就看一下，它这个可以承载8个人，550公斤，啊，复式的电梯，啊，这边的社区24小时的管理的，啊 ，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车位，啊，这边是。B1， 这是 B1， 平面车位。然后几乎全部都是平面车位。哇，全部都是平面车位。对。好，都是平面车位。看一下 B2，
因为他有车位出租，所以他是照抽签的，他有车位有位置比较差的1600，位置比较好的最高2200，16002200这样子，看看你抽到什么车位。哎呀，对，这边就全部都是平面车位，全面都是全部都是平面车位，应该还不至于太难停。卡片正确。OK， 那我们去看一下街景啊，这边街景，我每次来我已经拍这一栋第三次了，前面两间都顺利卖掉了，但是有一间不是我卖的。这边这一栋比较稍微正常一点，但是它一楼没有无障碍空间，如果你要无障碍空间的出入，就必须要去地下室，开车到地下室然后再进电梯，轮椅才会比较方便。好，对，刚才我们走楼梯下来大概走10阶，然后这边又再2阶，所以要走12阶。关键是在这边。关键是在这。这里。这边才是关键是。OK。我们这个是太普天堡的 B 区。摩托车位就自己找位置停了，摩托车位不难找位置。那我们走这里，这栋是 B 区，那一栋是 A 区，那栋是 A 区，这栋是 C 区，这栋是 C 区。那基本上这边的环境我个人觉得还不错了，这边环境还不错了，这里有全新的大楼，只要是全新的一律都是三房，都是2000多万，只要是全新三房在这边一定都是2000多万。那我们这个虽然只有一房，虽然只有一大房，但是其实那个大房间大概是一般三房的2个房间大，所以呢它可以隔两房，你要隔两房也是可以，就是你另外一个门敲在那个阳台那一侧，敲掉做一个门，中间隔起来就有两房了，因为那个房间超大的。那至于卫浴我不太建议改它的设计，因为别栋楼有人为了要多改房间还是怎么样，他们就是更改设计，就那个卫浴反而有漏水的现象。那我们这个卫浴是原设计，所以不用担心渗漏水。那这边旁边有一个公园，这公园也很大，那这边周遭都可以找车位停，都不用钱。这个公园很大，周遭都可以停车。下班时间很多人会来这边做运动，跑跑跳跳的，小朋友很喜欢。这边是四平路，四平路你搜寻 Google 太普天堡，你就可以知道正确的位置。这边透天也蛮贵的，不过也就算有也是稀有释出。
没有什么话啊，我要说什么？好好好，我是比较活泼啊，我已经干掉了，干掉了，看得出来。好，这我觉得真好，它的面积够大。它其实它是双公园，你知道吗？有啊，旁边还有一个小公园。对啊，等一下带你们去看。就在那个 C 区的旁边。好，这边有溜滑梯，在那边小朋友的那个溜滑梯、荡秋千什么的。嗯，在那边。你知道这边速地一坪多少钱吗？十四期这边速地大概60到80，啊，60到80万。所以你看左边的，来看一下，左边的别墅随随便便都多少钱？受国家公园面太福天宝，2780万。地坪呢？地坪我不晓得，我猜是差不多18坪吧。它地坪可能没有很大，2780万。啊，这个比较新的大楼可能5-6年了吧。也如果三房也都是2000，破2000了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从公园那头走到这一头啊，蛮大的啊。这是什么公园？这叫仁和广福公园啊，仁和广福公园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公园，就在旁边了。有看到那个树很高的这边，就是老公，起风了，对啊，要下雨，要下大雨，赶快讲，马上赶快讲。好，这个都这个也是新加坡式的，所以我就说大约十八坪嘛。对啊，新加坡式，它一层楼，我刚才看一下这个一层楼。看一下哦，一层楼大概12坪而已，因为它深度你就可以看到、啊，深度没有很深，对啊，宽度也没有，也不是大面宽，哦，大概一层楼大概12坪，所以我们刚刚看的刚刚那一间700多万啦、啊，哦，所以 它现在目前是不是一间房间而已？对啊，它呢？那个房间光一层，它光那个房间可能就至少很适合什么？至少8到10坪，很适合就是单身贵族或者是小家庭。嗯嗯。我们这个室内26、27坪，蛮大的，超大。好，这边公园。啊，旁边有啊有一个长照机构，康乐活社区长照机构，所以呢，老人家在这边哈、哦，生活起居需要有人帮忙的，这边有一个长照机构，啊、哦，很方便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个长照机构它有很多功能，它有24小时。嗯，它有12小时的，还是9个小时的？对，它服务内容蛮多样的。65岁以上可以参考看看。哦、就是说，如果你上班不放心的话，可以委托他们协助照顾。它有包含50岁以上失智症长辈、嗯，你觉得我快符合了？我已经49了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它可以供餐服务。对，如果你上班啊、哦，这个地址、欸。如果你上班怕爸爸妈妈。嗯，哦，没有吃的，没有关系，他们有。嗯，当然了，要有钱。对，好，看一下那个秦山居。秦山居两房，现在好两房大概都是1600有，1580，1600上下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这个，当然他那个是有车位的，这是有车位。那我们可以隔两房，室内可以隔两房。它的室内其实哈是3房的空间大小，是一般3房，比3房甚至比3房的空间还要大。但是它只有隔了一房，请自己隔。如果你需要，请自己在室内再多隔房间。哦，但是不要尽量不要去动它的卫浴，因为免得它那个渗漏水，我们就不保护了。哦、对。啊，王，你这讲这句话好像
没有，这个是昌平公园。意有这个，这个是昌平公园，这个公园名称啊。好，不要一直讲那个负面的。对对对，我们要多正能量。来，好，开始啊。好，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？便宜一定有原因。这间七九八便宜啊，室内空间很大，但是它只隔了一个房间，你可能不够用，所以请自己再花钱。我反而觉得这种装潢整理，我反而觉得这种大室内的很适合我们两个人住。哎，对啊，我们这样子我们才不会买太多东西。我现在东西，我们是住透天哦，你东西一直买，这样不对。哦，钱又没赚多少，一直堆东西，又那个叫什么？囤积症吗？就是囤积症嘛，这样不太好。啊，你看。所以我们哈住这间哈，可以断舍离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点呢，就是两个夫妻手牵手进来公园这边散散步、走走路。对，也不错哎。这里还有什么？这里没有厕所，它没有厕所。好，就是有溜滑梯、凉亭、运动器材啊、椅子，溜冰场，有溜冰场。就差没有厕所，如果有厕所要更完美。好，希望你会喜欢，赶快联络我们，只要798，超低总价，地狱行实价登录的行情，请赶快联络我。有喜欢打我们那个频道上的标题电话给我们，如果不喜欢没关系，请继续追踪订阅我的频道啊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天上架的物件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，请指名找刘一恒，还有傅彦堂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